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毛，接下来讲解利维坦的隐藏宝箱以及隐藏地下通道，还有不用开门就到关卡的方法。那首先除了 BOSS 关嘛，那其他三小关，如果你过完之后，他会给你一小把钥匙。我们走这边，这个钥匙呢，我们可以打开利维坦地下里面的隐藏宝箱。那怎么打开这个隐藏通道呢？首先你要到下方这个房间。这个房间有六个拉把，分别是从左到右是一二，然后三四五跟六，然后密码是153246。你只要把顺序拉下去，一，好，五，三，二，四。然后叮了一声，叮了一声表示就错了，所以必须重拉。可能因为我太慢的关系，这个一个人拉非常困难哦。那通常都是两个人以上拉会比较好拉啦。那我们再一次哦，一、五、三、二、四、六。好，你把它拉下去之后，你会看到左下角有个道路开启了，表示你的地下通道就开启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到上面这个地方。那如果是走路的地方，如果没讲话的话，我就会快转啦。那我们快转吧。好了，其实也没有快转很久，我们就到了道路开启的地方。那如果没有按密码的话，这边会有一面墙把我们挡住，所以。那个密码就是把这个门，把这个道墙给打开。打开之后，我们就会来到这个地下通道。这里呢很方便，可以到所有的关卡，就是出BOSS 关跟三个小关都可以到。然后还有九个隐藏宝箱可以去。所以如果以后你要打300的利维坦，就是比较难的利维坦，你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好，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，利维坦你开。因为你走这边就不用开那个，哎呦好痛，插钥匙开门嘛。不过你插钥匙开门，第一次开门会有奖励，就是会有颜色涂，就是这个喷漆，这个在哪里啊？在这个喷漆，那还有一个纸球跟代币，那之后开门就不会有奖励了，所以你可以去开第一次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走这边。我们会一路慢慢一一介绍所有的关卡路线跟宝藏的路线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一个房间，叫做转移房间哦。那这个要用转移钥匙才能打开。那我们打开门之后，我们会发现有四只这个守望者，四只一。二、三、四，四只守望者。然后你们必须所有人同时，短时间内打掉，瞬间打到这四只，不然他们就会造出很多小怪。造出小怪之后，你就没办法解锁这个宝藏藏的宝箱藏的那个门。必须四只同时打掉，尽量同时，短时间内打掉才能打开这个门。打开打掉之后，你就会打那个门就会打开，就是刚刚指的。这好痛！这里这个就会打开，里面就会有宝箱，就可以打开了。啊！我要死啦！那如果你像我这样失败怎么办？就是被发现了，没关系，你只要把小怪都清完，像是这里应该对这里，你小怪都清完之后呢，他的护盾就会消失，护盾消失你就可以打他了。先把他打爆，打爆，把四只都打爆之后呢？就可以，它就会警报就会关掉，然后但门还是不能开，你必须重新出去，重新出去之后，它就门就会关起来，然后你就要再试一次，再打开一次，然后再试一次，直到你们成功为止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到下一个房间，我们要走这边。我再看给你们看一次这个房间的位置哦。在这个方向，我们刚刚是从这个门进来嘛，进来之后你走左边，双刀的这个，
进去。好，那如果你转移的房间有两把一样的钥匙怎么办？就是你有两把转移钥匙，没关系，你只要开打完怪、开完宝箱之后，然后我们离开那个房间。那记住，要有一个队友在里面卡住房间，不然可能怪会重生。我们只要离开房间，然后我们看到左下角显示利维坦，表示你已经刷新了宝箱，你就可以回去再去开那个宝箱，就可以一直开一直开。你只要有钥匙的话，就可以一直开。好，我们来到下一个房间，叫做军械库。军械库在这边，我们打开，里面一样有四只守望者哦。那一样清掉之后，就可以把宝箱的门打开。那分别有这里有一只，那我们只要不要被他照到，就不会被发现哦。那如果打他，就会打他，他就会开始警告我们。所以我们可以等到大家都到定位，躲起来到定位，每个人瞄一只，用榴弹枪、火箭筒射就 OK 了。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。然后我记得，等一下，这里一只嘛，这里一只，然后这里一只，所以哎，还有一只跑上来去了。我记得有三只啊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哦，好痛，四只。那宝箱在，我记得在这边，不要打我。宝箱在这边，宝箱在这边，哦，好痛，好痛。好，我们快走，我们快走。宝箱在这边，有看到吗？右前方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到了右边的房间，有个三个小管道。这边是通往双刀的关卡，也就是跑酷房啊。那我们只要走这边，走从第二个比较快，从中间进去。中间进去之后，我们走到底的前左转，然后再右转，然后再左转，然后有个上坡，我们看到上坡表示你就快到了。上坡，然后走这，然后就到了一个小房间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这前面这个这道墙壁后面就是我们的双刀房，他应该不给我过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去太阳关。那如果你的任务是到跑酷房的话，也就是双刀，你就可以走进去，然后他的门就会开起来，你就可以进去关卡，就不用开门了。好，我们回到转移的房间。好，我们回到了转移的房间。接下来我们要从转移的房间出发到另外一个宝箱，另外一个宝箱叫做运水道。好，我们出来之后左转，在宝箱旁边啦，就在宝箱旁边这里。好，我们跳上去，从这里是转移哦，记住转移，转移门旁边，从这里上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这边，这有个太阳标志，走过来，这里就是运水道啊。然后宝箱会在这边，这不用打开就可以直接开，那需要沟渠钥匙哦，它是要沟渠的。运水道为什么要翻译叫运水道啊？应该要翻译一样才对啊，那要用沟渠钥匙。那如果你那边看不到宝箱的话，会也有可能在对面这个方向，这里要跳。谨慎的跳，嘿，好，这边也有可能藏宝箱，那应该是都是在对面啦。对，也有可能会在这边。对，如果你对面找不到的话，就会在这边。好，然后钥匙拿完，这边往前走就是太阳房，就是我要去的皇家之池哦，就是毒水关。这里继续往前走，然后就会到了这边。打开，你看就可以直接到关卡里面。OK， 那我们就回去吧。OK， 我们回到刚刚进来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刚刚从这边进去的嘛。那我们出来之后左转，左转继续走下去哦。好，我们跳下来，旁边有一个门，这里就是隐形房间哦。我们把它打开，隐形房间一样有四只守望者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位置哦。第一只在这，一只，然后两只，三只，四只，总共四只。
再看一次哦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这边有一只四，总共四只。那痛宝藏的房间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哇，快跑啊！一样四只打掉啊，四只打掉之后，让我过去，不要打我。一样四只打掉之后就可以开启那个门啊啊啊！位移位移，嘿嘿嘿，好。还有忘记讲到一点，就是我们隐形的房间，我们慢慢走，隐形的房间。这里有火焰的地方可以通到狗的房间哦，那这个地方会烧人，所以我们要慢慢走，不要被烧到。对，你只要被烧到，就是马上就一定会死亡，它会一直烧你，烧到你死掉。那你只要慢慢往前走，通过啊，不要催我，通过刚刚狗的刚刚火焰烧的地方，就可以到狗的房间了。接下来我们到下一个。下一个叫做呼吸器，有就是风扇哦，我不知道它的钥匙是什么，我们待会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往前走，这边风会把大家吹下去，往后吹，所以我们要卡住这个东东。然后我们往前走，这边可以关掉风扇，那风扇就会关起来，帮后面的队友顺利通过。OK， 往前走。关掉风扇，好，我们关掉两个之后，我们的钥匙宝箱就在这边，然后它叫做通风扇钥匙，它要通风扇钥匙哦 ，OK， 好哦，往后吹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好，我们过了通风扇之后，把电梯打开，好，上去吧。好，我们从电梯上来。电梯上来之后呢，我们会有两个入口，我们先走这边，不要走圣杯的路线哦，我们走这边，往前走之后，我们会来到了管道。那我刚刚把门打开了，管道一样会有。四只守望者，一只在这边，然后一只在下面这里，然后第三只在这里，哦，他侦测到我了，第四只在下面，啊，这边看不到，那过来一点，啊，还是看不到，我们再过来一点，第四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好，然后宝箱的门在下面这里，有看到吗？这里。那如果你掉下去的话，你可以走，从这个电梯喷起来，然后可以喷到二楼。OK， 然后这就是管道的钥匙。接下来我们到下个房间，下个房间我们要从二楼。OK， 好痛痛痛痛痛，好亮好亮好亮！会看那个红红的地方，就是这里，二楼红红的门，进去往里面走，然后会有个要蹲下来的地方。那这边我们快转吧。好，跳下来之后，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汲取的房间。汲取就是用汲取钥匙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的简中翻译叫做排水道啦。对，排水道。那我们这里一样有四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样四只。那我们的宝箱位置在这边，在这里。哎呦。在这里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走这个光环地方，光环光环，走下去，我们就可以到狗的关卡，走到底就可以到狗的关卡。那这边，这里就可以到狗的关卡了。那因为这里我们不是打狗关，所以开不了门。那我们往回走吧。OK， 我们回到了汲取的地方。我们跳上去。嘿，然后旁边这里有个太阳的。
就是往太阳的房间，就是毒水池。对，突然卡住了一下。毒水池就是皇家之池哦。那一样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好，我们到了。我们这样往上一看，这里往上上去就是毒水池了。那因为我不要上去，因为死掉就不能重生了，所以我就不上去了。一上跳上去就是毒水的关卡。好，我们往回走吧。好，我们从太阳，然后回到汲取，再回到管道，然后回到了刚刚上升起来的这边。我们走完了这扇门，接下来走圣杯门哦。那圣杯门大家都知道，圣杯的关卡就是 BOSS 关卡嘛，所以我们一下去就可以到 BOSS 的地方，这里就是 BOSS， 前面的话就是 BOSS 嘛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到了导水管哦，导水管的地方。那导水管也可能叫做通道钥匙哦，那看它怎么翻译，因为我也没拿到这把钥匙。好，打开导水管之后，我们会一样会有四只哦，最下面一开始就有一只。那建议这里先跳下来，不要被它发现哦，先跳到旁边，可以再往下一层，没问题的，不要被它照到就好。好，我们找它在哪。它在这边，我们这里可以一只，然后这里有两只、三只，然后这里有四只，总共四只。所以我们你可以一个人站在那边，然后每个人用火焰筒先瞄好，然后一次射出去之类的。好，就这四只哦。好，我们下去吧。那它的宝箱在左前方，也就是这里，这里就会打开哦。那这里就是导水管或者是通道的钥匙。好，继续往前走，我们来到正前方，我们走往前走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跳上去哦。嘿，好，卡在这边，然后走过去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叫做灌溉，也就是水利设备，它应该繁中应该叫灌溉啊，那简中叫做水利设备的钥匙。我们刚刚从这边过来的，我们到正对面就是这边。我们下去之后，这个就是灌溉钥匙，打开了宝箱。好，以上就是九个宝箱啊，我们九个宝箱都遇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刚刚我们从那边进来嘛，那这边是灌溉，那往这边走就是狗的房间，有只花园，它有个狗的标志。那这里双刀，双刀的话，这里就是跑库房，也可以到跑库房这里。OK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这期影片就到这边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点下喜欢影片分享出去给更多朋友。想继续收看的，可以点一下我帅气的大力订阅，怕错过主播，不要点铃铛按钮。我是羽毛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。拜拜。